下一個 posture 就叫做 partner leg stretching， 就會幫你打開個大腿內側呢個一條筋。好啦，我哋開始咁樣雙腳咁樣打開，佢咧依家咧就將佢個腳踭就踩住我腳眼入邊，咁我就會俾雙手佢捉實雙手，跟住我就慢慢向前，佢會慢慢將佢個腳踭踩住。打開我兩個雙腳，個頭放鬆，慢慢深呼吸，將你個 body 向前去。你會 feel 到依家大腿內側係有伸展嘅感覺，慢慢上翻嚟 ，change。依家我就會擺我兩腳喺佢個腳入邊。我拉緊佢個上半身嘅時候咧，同時間可以腳出少少力打開佢雙腳。Also 同時間，依個係一個脊椎伸展嘅，我慢慢拉佢依家每個脊骨喺度 stretching 緊嘅。完成。